据英国的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在俄罗斯的沃瓦格勒的大街上屹立着一栋上下颠倒的这个房子哈。当游客走进这个房门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屋子里的所有家具都是悬在屋顶的。那这个看似在挑战重力的房屋，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，吸引着那些想要寻找惊喜的游客们。